Cinco. Eso. Ah. Ya voy a un tiempo. Ah. La idea es que está chisura. Ah. Cuánquí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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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 tung. Ay. Ah, bueno, gente. 外面的天气非常的热，三十多度，但是热有热的好处，热的话稍微忍耐一下不会感冒，那如果今天天气很冷的时候，就麻烦了，很冷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选在这个时候，刚刚好这样子，刚刚好，那没有办法，有的要坐里面。 有的坐外面，但是佛法呀，它是心境的问题。如果你求法心切啊，就算坐在最边缘的地方也很受用。哎啊，但是如果你无心来到这个地方啊，到底发心什么代志？来这细汉细汉的，法师来个看吗？这个，这个，哦，这个哦。 未歹看得到，安尼，就开始了点下入手机啊，这样子你就是坐在里面了，对面也不相逢，嘛无好的对了，所以法要虔诚，要真实的受用，安尼才有好啊，如果不虔诚不受用没有用，对不对？ 那我们今天呢，最慢最慢了，要上课，到4:45，最慢了，因为要讲的资料也多，好，请合掌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那么我们接着这个广进道场以后，重点呢，就是要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，好。 那么这个法要怎么讲呢？这个就有一点困难，所以有困难就是说，有的人一辈子到现在都没接触到佛法，还第一次来，有的人呢已经老参了，已经出家呀，或者是学佛二三十年，那就变成。 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，这对一个开示佛法的人会有困难。要怎么讲，让每一个人都受益无穷？这个是一门很大的功课。好，那么先讲勉励的话，再稍微进入一点。 深入的，好，那么先讲勉励的话，在巨富中死去，是一种耻辱。这是美国呀，有一个巨商挣了很多钱，非常多。 财产算百亿的美金呢，这个在家人呢，他没学佛，但是他从知道快乐从懂得分享开始，因此在他还没有死亡以前，他就济弱扶贫，做社会的福利，建设乡里。 帮助那些弱势的团体，最后把钱全部捐献出来。所以，我们第一句话说：“
这一句就是这个巨富巨商讲出来的世界级的名言，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。巨富就是钱很多，多到不会数，要用卡车来载的啊，现在不用了，现在都是用刷卡的。所以他了解人够用的时候，太多钱只是一种数目，他知道开始懂得分享。所以第一句话勉励大家，钱看开一点，你要带走那个能带走的东西，比如说你的善根啊、福德啊、因缘啊、你的法身慧命啊，这个能带得走。就像早上大家你们来共修灌顶，这个能带得走，因为你命中大家都随业而去啊，随业而去，那你们早上种了这个菩提善因缘，这个能带得走。所以我常常劝导这一些啊在家居士或者是法师们啊，你要带走那个能带走的东西，就是聪明智慧的人。你要带不走的东西，凭着使命一直执着，你就只有沉沦。到了死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？灵魂要上升了、啊、还是下去，就看你执不执着。你说啊，我还有几百个亿，那个没有用的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带几百亿带得走的。所以第一句话勉励大家啊、哦，你要带走那个能带走的东西，就是你的善业啊，你的菩提业，你的慧业，智慧的慧啊，听经闻法，慢慢的翻转，打从内在里面的观念，以前的错误的观念啊，所以你能够翻转过来。所以我大学一年级的19岁，上次也跟大家开示过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哇，大学一年级才19岁，我就能觉悟，确实是这样子。人为什么会如此的痛苦、焦虑、跳楼、自杀、夜夜难眠？这很简单，争执不休，就卡在一个观念里面啊。那么世间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，就是你现在那么多钱，好了，一下子断气了。哎，有那么多钱怎么办？没有用啊。所以我们会赚钱没什么了不起，会花钱这个才是了不起。花钱的背后要充满智慧，有钱不是不好啊，怎么花？不是有钱花随便花，你想得美啊。要有钱花，要智慧的花，要有智慧的花钱啊。那么修学佛道也是一样啊，解脱妙味不独饮，安乐妙果不独证。这是禅师啊彻悟以后所讲出来的至理名言啊，说我们解脱这个妙味。什么叫解脱？得大自在，得平等心，得无量法的喜悦的心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心态，正因为我们对如来的正法不了解，没有正知正见。但是我们有了正知正见，契入了如实正见，达到了解脱的境界，我们就不能自私。解脱
妙味，不独饮，不会自己喝，啊，不独饮，啊，解脱妙味，不独就是不会单独自己喝，安乐妙果，不独证，安乐的妙果，所谓的涅槃，这个妙果也不会自己证得。啊，在第一句会有困难，这一句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。第一句说在巨腹中死去是一种耻辱，哎，啊，然后这一句100个人99个用不到，也不到巨腹啊。咱的台湾人的名言就是请假都不够，搁扛咧拍官。请假都不够啊，要搁后当拍官呢？对哦，啊，意思就是大家拢真善的，意思拢都无什么钱哩，哦啊。但是我们如果有钱，有的人经济很不错，啊，哎，就懂得分享。我们取之于社会，除了你自己有才干。带来的福报，记得福报等同种子，在华严经讲福报等同种子，一定要撒出去，就越来就越多。诸位，春天不下种，秋天绝对没有收成，一定的道理。说哎，慧法师，你这讲经怎么那么多人啊？很简单嘛，我这辈子讲话不伤人嘛，每个人都跟人家结善缘嘛，对不对？说啊，那个人很坏啊，那个人很坏，自己负因果就好，我也不要担心啊，坏的因果怎么会跑到我这边来？我就一定要好啊，坏是坏他的，我一定要对因果负责，我一定要好啊，对不对？这样自己一定要正，一定要好啊，所以知道他不好，哎，我们。也不要去伤害他，或者是他有一天会翻转也不一定。第二句大家就比较做得到了，解脱这个妙味，我们不能只有一个人，佛法这么的好，我们为什么不懂得分享？不懂得分享啊，有时候夫妻啊吵到啊不可开交，我就跟他讲一句，改变别人呢，不如改变自己。哦，说的也是。人为什么至亲的人会活得这么煎熬？就是你想改变他。如果你想要活得煎熬痛苦，很简单，你想尽办法要改变他，你就会想尽办法痛苦。那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，思想也不一样，这个就是佛法。既现实啊，又超越；既超越又能够面对这个现实，这个才是佛法的。佛法要在缘起法里面能用，叫做佛法的啊。但是，佛法给现代人呢、啊，用错的地方啊。华严经这么说：一切诸佛啊，了知诸法，皆离戏论。而能开示诸佛善根，是为一切诸佛善巧方便。这出自于华严经，我们慢慢来解释，说一切诸佛彻底了解诸法六根六尘六识、了知诸法，皆离戏论。法本身它空无自性的，它并不存在的。比如说啊，你看那个人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你我他啊，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但是稍微有一点智慧的人，有一点点观照功夫的人，他就知道死了以后一定会火化。啊，火化以后就剩下一堆骨灰，然后你的相片就摆在灵堂，
大家进去，就一鞠躬，再一鞠躬，三鞠躬，然后就小小的骨灰坛。人那么巨大，火化以后就剩下那堆骨灰坛。你有什么看不开的呀？所以人世间活在这个世间，如果你没有得闻如来的正法，学习一切智，开自己的般若智慧，这些生命的东西都是戏论的，都是戏论的。你所依靠的东西都会消失，看透它，再活下来，就是佛法。所以，你依靠任何一个人，你的苦就一定没办法解脱。因为你依靠的东西，它不实在，也不究竟。可是很无奈，你又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。组合起来，所以佛法是慢慢的翻转这个观念。让他有正念，最后连正念也不执着，执着正念就是邪念。所以翻转的观念就能翻转你的人生。记得翻转人生从翻转观念下手。今天你这么辛苦坐在这里要做什么？就是要翻转你的人生啊，趋于更幸福、更快乐、更自在、更解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怎么翻转啊？就必须听经闻法，这还要摸对门呢，要摸不对门哦，越学越束缚。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讲，亲近圣善之事，列为最为重要的第一环功课。你跟的人他讲的那个法不正的时候，你分不清楚，一直跟一直跟，到最后就卡死。明明自己错，就开始说别人不对，观念很可怕的。要转了20年以后再回转过来，我不对了，我走错路了。按二十档啊，人生有几个二十档？人生有几个20年？赚100020年，所以一下手处就一定要走对路。这是禅宗包括一切八大宗派都再三的劝诫你，亲近圣善之事列为最为重要的功课。所以一切诸佛了知诸法，皆离戏论，通通离开种种的戏论。戏论就是不能解决烦恼的，不能放下颠倒的，不能超越生死的，通通叫做戏论。就像现在的学者写得非常好，言辞迟早艳丽，非常的灿烂，可是没有实质的受用。说这个人文笔很好，但是有没有注入佛教的灵魂呢？智慧就是佛教的灵魂，它是离一切戏论的。今天你坐在这儿做什么？就是要你终身受用，因为能开示诸佛的善根，开示诸佛的正见，这是一切诸佛懂得善巧方便。一切法本来就不可说，法性即然平等不二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别。但是众生没有办法达到这种第一义大空的思想，必须从能所不断的语言文字跟思想慢慢的去引导过来，
华严经这么说，说贪欲嗔恚痴高慢众生等，皆系不能知最胜极净法。意思就是底下这些佛讲的这些人都不能入道，永远不能入道，而且也不能体会最殊胜的佛法是什么，永远不可能。贪欲嗔恚痴，贪欲就是如果你一直执着这个世间是真的，不知道这个世间是假的，是如幻的，只是因缘所生的，那么你永远不能体会佛的那一颗心是什么，因为佛无贪。嗔恚就是你的脾气很大，讲起话来不懂得谦虚，谦虚是智慧的开始，因为不懂得谦虚，所以也没什么智慧，所以他的灾难特别多，常常求佛保佑，可是他却不保佑自己。佛陀教义我们如来的正法，就是让你能懂得从这颗清净心下手。你没有贪欲，没有嗔恚，这个清净心，佛就常现前。你就是佛，清净心就是佛。如果想要佛陀常常现前，除去贪欲，除去嗔恚心。好，如果我们用一个大家听得懂的名词，今天灌顶有1200人用这个数目字来讨论，这1200个人在这个地方显佛，要显佛，选这个谁能成佛谁不能成佛，掀起嗔恨心的 out， 就出去，不告诸葛啊。现在就看像靠功夫啊，你说读得碰到逆境，那你就说我忍，再继续忍 out， 那也删除，那个连忍耐的观念就不能成佛。忍耐的观念就不能成佛，因为他要能忍，还有所忍，不过有一点功夫进步了。所以在这里1200个人，只要起嗔恚心，就先离开这个显佛场，这是无够资格。这听起来就说，这样我稳徛外口的，唔捌发生第一件事，对吧？有啊，唔捌发生第一件，我都白痴坐遐，老烂，迄就唔捌咧发生的。正常人都会发脾气。哦，这显佛场第一关，安尼袂过，安尼袂过啊！哎呀，大部分的人都会说，我已经做忍耐啊呢，唔能够来啊，差不多。你 out， 阿嘛是个 out， 叫来叫去，叫来叫去，无半个，无半个。第三个，三种，第三种，吃。就是没智慧，这个人也永远不能体会最殊胜的极净法啊，极净法。所以贪欲不能见佛，不能见自性佛；嗔恚心不能见自性佛；愚痴也不能见不到清净自性。简单讲，这个在显佛场里面、考试场里面，安尼你可会掉？再见，拜拜。安尼就表示说不够资格，永远选不上。再来，高慢众生等，高
与其说哇把自己抬得很高，不晓得说啊本来无一物啊，啊何处惹尘埃，也不了解说世法平等的无有高下的道理，因为诸法空无自性啊。所以你今天来看哦，高富帅，大家要加一个又高又富又帅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高富帅啊，但是你把它火化以后，也是一堆骨灰啊。哦，说这个干到美国总统，也是骨灰啊。那师父按你这样讲有没有意义？哦，那这样讲才有意义，这样你才不会去铸造这个世间什么名啊、利啊、男女啊、感情啊，对不对？那个都是虚幻的东西。啊，高就是哦，把自己抬得很高，我慢高山不留得水啊，啊，高慢把自己抬得很高。这个也在显佛场里面被删掉，这些众生等皆系不能知，通通没有办法了解佛陀的那一颗心，最胜极净法。佛陀是证得诸法本空不生不灭的，所以你自己自我鞭策看看，鞭策看看啊。像我19岁听到佛法，到现在65岁了，从来就没后悔过。佛法真了不起，真的能够让人觉悟，也真的能够让人开窍，知道怎么生活啊！要不然我们就是这样迷蒙蒙然、迷迷茫茫。而且是做重复的工作，就是这样，出生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、博士，接下来结婚、生儿育女，最后创业赚了很多钱啊，儿女成群、孝子贤孙，最后就看一只狗去公园行，无要安怎，无人要插你啊，老人啊。对不对？哦，每一年哦都回来拜拜祖先，哦啊就这样享受天伦之乐，啊够耍了嘞，你够耍了，总比观察。啊，为什么没被看开？十几岁像我这样十几岁，我都看得开，这条路一定要走的，这条路一定要走的。那么所以一念的越多，就越坚定我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路。看看芸芸的众生呢，很可怜，也很辛苦。接下去是《法句经》讲的：“有此有才啊，余为汲汲啊，我且非我，何有子才？”就说，《法句经》说，有了儿子。啊，有了财产，啊，一切的众生都执着在这个东西。鱼为鱼吃的鱼，为竖心旁，啊，我们说，万法唯心那个为，左边竖心旁，鱼吃的人只会我们说汲汲营营，汲这三点水，右边一个及格的汲，汲汲营营就是。把自己弄得很忙碌，要挣钱了，要贷款了，对不对？要刷卡刷爆了，活在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子。你要过现实的生活，你又必须面对现实，那就是要钱了。金钱不是万能。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，什么事你都没办法做，残酷的现实就是这样子。
那说我且非我，我们每天执着这个我，我的儿子，我的财产，我且非我。你冷静一下，有真的你吗？我尚且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我，到底是那堆骨头是你，还是那些血液是你，啊，还是那些头发是你？你冷静想想看。哦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我们这个只是有机体，生命是一种过程，你也可以说是一种责任，也可以说是如幻。如果彻悟，有正量的解脱，也可以说非常真实，处处都是清净自性所展露出来的，没有一样不是真如自性。所有的缘起都是真如自性，因为他体悟到缘起就是性空，性空不离缘起，所以我们执着于生灭的东西，就体会不出不生不灭的东西。我们铸造一有为，就永远没有办法去入无为法的真如无为法。所以我们要冷静一下，我且非我。你每天执着那个我，实在没有那个我，没有那个我，何有子财？哪来的我的儿子、我的财产呢？所以佛陀处处都叫我们解脱。那你的意思，我们明天要上班吗？哦，明天放假，哎，在公务人员要上班啦、啊。师父，那我要上班，当然要上班啦、啊，这是你的责任嘛。哦，我们不再贪婪，可是我们不坏，不失去我们的责任了、啊。哦，你是人家的母亲，你要好好照顾儿女；你是人家的老公，对不对？要好好的担起啊这个责任啊。我们不贪婪，但是我们不坏我们的责任，这就变成我们是一个很积极的人，又面对现实，又能够超越现实。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，内心里面听了很多的佛法，也知道充满的理性，充满的智慧。哦，从现在起，嘴巴封得很紧的，也怕造口业吧。啊，以前不知道，啊，随所念来都造口业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听了佛法以后，讲话不再伤人家的心了。哎，允许啊，彼此之间有更大的空间，允许之间，彼此之间各自的立场，哇，学会了包容跟解脱。所以有子有财啊，以为积极。我且非我，何有子财？说有了儿子，有了财产，愚痴的人只有急急营营、忙忙碌碌，一辈子，一辈子就是重复。我们呢 ，repeat， 就是 DVD 放 repeat， 再一遍，再一遍，每天都是这样。无你个小情况嘛，看行不行呢？去啊，放晒啊，放尿啊。刷牙、上班啊，上班的时候吃便当啊，啊，好命的喝下午茶，啊，命不好的人继续干活，对不对？啊，吃个晚餐回来，啊，好累，啊，看个电视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每天 ，every day， 每天都这样，每天都这样。啊，学佛就不一样了，哦，学佛里面充满着智慧。我们有真理可以追求，可以听经，可以闻法，从此以后翻转人生了。在座诸位，拥有金钱不一定能翻转人生了，拥有般若智慧，你肯定能翻转你的人生，而且翻转得很彻底。从现在以后，哇，你过着快乐、解脱、自在的日子了。为什么？你有佛的般若智慧啊，你能若不能变成一个非你人，就无法得救。这个你人一定要经过种种的痛苦、创伤，变成一个非你人，
因为他已经超越女人了啊，当然不是你超人，你超人还是后面还有一个女人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女人如果不能变成一个非女人，就无法得救啊。佛法就让你变成一个大丈夫，你现在你的度量越来越大，你知道佛法是人生最可贵的真理，吸收了佛法，化作自己正面的能量，所到之处都受人家欢迎。为什么以前讲话啊，一溜烟的就伤人，现在人家对你也再怎么样子的忤逆，你也不生气，你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，啊，他来成就我的，所以对我特别凶，是我的啊好善之事，逆的善之事。每个人都顺从你，会腐蚀你的清净心，因为你只活在顺境。人要能够有人逆境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顺境也能通达，逆境也能活，这是一个真正的人，圆满的人。这个世间都是50-50 50-50 的，有白天就有黑夜，有男人就有女人。但是我们现在有顺境就有逆境哦，我们现在不一样，当我们能够把逆境化作感恩的心，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。哎，大部分的人就是你点点甘好，莫个讲啊，未看见啊，一直念一直念啊呢。世间人啊，只接受顺境，他不接受逆境的，良药苦口嘛，是不是啊？公告位啊，哎，老公跟老婆两句话，慢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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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明天再讲，对不对？明天再讲，还是吵架，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呢、啊，就是想改变他。自己没有错，老公不了解我，对不对？我这样给你生什么，你还对我这样，每天都是这样子吵架、老公就说我在外面赚钱也很辛苦、为的就是吵架，吵架。所以女人、如果不能变成一个非女人，就无法得救。那么你要变成一个非女人，你就必须要把自己变得成长成熟。我没有老公，我一样可以活得很自在，很自在。以前呢，我们那个信徒，她老公都是两三点回来的。我告诉她呀，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呀。你能不能改变你老公？我说她没有办法。我们已经吵了几十年了，都快离婚协议书本来都写好了。我说你就放下，几点回来不关你的事情，啊。你不用等待，记得好好的念佛，听师父的话啊，因为他个子不高啊。好了，哦，好，那我就听师父的话，就放下。后来她老公三点回来，她也不管他，四点回来也不关他的事情。我说你把三个小朋友好好的养，对不对？好好的教育。她后来她就听师父的话了。那临命终啊，他已经走了。那临命终啊，很自在。很自在，就是师父一句话救了她。她以前每天都是怪她老公几点回来，几点回来。老公，你这个放下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在她临命中，她讲那临走的时候，我有去跟她加持，走得相当相当的好，放得下。我说啊，那你妈走得安详。等到我回来的时候，她妈已经盖棺了啊，她而你就讲说我妈走得很安详。她说啊，谢谢师父你的开示，这辈子本来啊耿耿于怀，但是一直没办法改变，后来听师父的开示以后，彻底的改变，彻底的放下。哦，其实她老公也不是很坏啊，也不是很坏啊，就是没有什么没有根啊，没有菜根，没有菩提根，没有善根，什么树根通通没有。他也不反对老婆去信佛。我说好，那你就听我的，知道吧？
啊，老公有没有拿钱回来？我说拿钱回来就可以了，啊，外面你也没办法改变他。后来他临命终的时候，你念佛，啊，说哦，师父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代替我感谢上人，这辈子因为他几句话让我改变的人生啊，我走得很自在，我现在也没什么挂碍啊。你们三个孩子都长大了，我说对，太好了。因为来不及嘛，啊，后来就去棺材，直接就加持，直接就加持，啊，所以这句话就是：女人呢，如果不能变成一个非女人，就无法得救。哎，改变从当下开始，不要等待，不要等待。啊，曹洞宗的开山祖师啊，洞山良界禅师啊。啊，西元807到西元869，啊，这个禅师啊，活了62岁，啊，讲了8个字，这8个字，你要很冷静的。真修行人8个字，潜行密用，如鲁如鱼。一个真正修行人，他是懂得隐藏的。懂得隐藏的人是一个伟大的人，啊，究竟隐藏的人是一个圣人，圣人他不浮法，也不夸张，啊，才不会现在这电视动不动的说，那是他是什么佛呀，男佛呀，女佛呀，他都动不动，他就是讲这个，你要看看了，3藏12部经典。看看华严经，看看这些祖师大德，他修行成就他都不让你知道，还动不动透过媒体说我是佛，开什么玩笑，对不对？谢佛密因啊，这在楞严经里面讲，这一看就知道，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，那个人是黑，你要跟着北部黑北部啊，啊，不是姓郝龙斌，那个好名叫做好笑，加三字加起来叫做好好笑，对对吧？真的，你要看到啊，电视啊，真的很不安呢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而且讲那些话呀，所以你看到，哦，那个，我们有一天呢，啊，一大早哇，一大票的记者通电话来访问慧立法师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的媒体哈，哦，还是避开来啊？为什么？他就是说 headline 头条的新闻的 headline， 他一定会用那个很耸动的名词、耸动的标题，这标题会杀人的。我们家不瞎讲，我能做巧啊？你没有啊？输就记者在外口等。哎，我讲你甲讲输无滴，我输讲伊无滴啦。我说那句就不能说，你说他怎么说呢？所以啊，多少次的记者要找师父，我通通不敢跟他见面了，因为他会截取片段，他出来的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修行越恶越巧啊，咱不遐讲，对不对？哎，咱过嘴过嘴，自己看得好，家就唔免不济。哎，真的啊，也我以前的年轻的时候笨笨的，那些记者来访问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才表达一下意见，哦，这慧立法师啊，然后支持什么党派的，哇，我吓一跳，哇，那第二天大概 open newspaper， 大概什么东东。我一句话都没说，对不对？我一句话都没说，自己记着自己写。哎，所以这个真修行人，潜行密用，潜就是潜水艇那个潜，潜行啊，修行那个行，密用呀，密用就是它相应真如，它是静静的用，不浮法。不夸张，啊，更不可能什么敛财啊、骗色，那更不可能。
这怎么可能？是不是？哎，说师父你开悟见性，那你对世间有什么看法？我说没意见，没有看法，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，啊，给予彼此之间更大的尊重，就是有回旋的空间呢、啊。一定的道理，为什么啊？每一个人都有自尊啊，你上了他的自尊，他怎么学佛？不可能的、啊。所以啊，做法师的人要先懂得会讲话，讲这话不可以伤人的，也不可以造口业的。所以，我们这讲话呢，稍微收敛啊，稍微注意一下啊。以前年轻的时候火气比较大。哦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65岁了，知道随时随地都要往生极乐世界了，啊，要留一点口德，潜行密用，如雨，如就是鲁国，山东简称鲁啊，鲁就是平庸的意思，如雨就像鱼吃的人啊，就是啊，看起来啊，他就是很平庸哦，意思就是哦，圣人正悟的人，他跟你一样。哎，生活也是跟你一模一样，也没有什么很特别，也不会装模作样，自视甚高，说我比你强，因为他已经证得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了，啊，对你对一切众生都是如此的亲切，把你当作啊是自己的儿女，他的心跟佛一样，对待每一个众生都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，啊。碧山路碧岩路这么说，说安禅何必用山水啊，灭却心头火自凉啊，人要修行安禅啊，安心的安，要安禅又何必用山水，就说跟外境无关的意思了，跟外境无关的意思，灭却心头火自凉，灭却心头，灭却心头的贪念、嗔念、愚痴的念头，灭却心头。佛法是心法，如果你不懂得灭却这个心头的贪嗔痴，你一辈子修行，着相而修，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见性，这样你百千万劫你都没办法见性。记得放下错误的观念就是修行。放下妄想就是修行，所以在经典里面很重要啊，在《四义梵天经》里面讲，说佛度众生也，说佛不度众生，说佛入涅槃也，佛不入涅槃，佛本质涅槃。何以那么经典为什么处处都讲佛度无量无边众生也？此时方便说啊，那佛度什么？注意听，佛度众生的妄想，佛度众生的错误之见，佛度众生的愚痴，佛度众生的妄想，坚固执着的妄想，是名度众生。哦，原来众生没有实体的，众生是妄想转化出来的业力的啊，一个四大本空五因无我的假象，原来是度那个妄想叫做度众生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所以没有妄想就没有众生可以度，妄想本来就空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境界所引发的这个妄想啊，财色名食睡引发的贪念，贪念本来并不存在了，因为境而引发的，既然境引发的妄想就是空无自性，既然空无自性就没有能引啊的妄想，也没有所引啊的外境，通通没有。因此我们就了解，安禅何必用山水啊，灭却心头火自凉，我们要得到清凉，就记得放下自己的妄想，放下自己的万观念，这个就是大修行人。简单讲，如如不动，不取相，不受外性的影响，知道它是如幻的东西。所以《华严经》告诉我们，哪一种人修行是最快的呢？
啊，叫做观一切法如幻，这种人修行是最快的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如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好，前面这个是讲勉励的话，后面这个啊稍微深了一点啊，针对法师和老参讲的啊，不过我尽量讲的让你听得懂啊，因为啊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呢就直接啊把它翻译成啊白话，让你比较容易了解。是事故梵天啊，这是出自《诗意梵天经》，说梵天啊，菩萨若意即得受记，受记就是成佛呀。如果菩萨想要最快的受记啊，那么就应当学习第一牢强精进。精进什么叫做第一牢强精进呢？就是不起精进相，不起相而精进，名为第一牢强。牢就是监牢的牢，上面一个盖子，底下一只牛啊，牢牢的记住牢强。是修习牢强精进的最精进的人，就永远不住着相，不住着相。所以在经典里面这么说，如果有人行六度，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，而住着六度之相，不被诸佛受记。受记就是你将来一定成佛。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诸佛受记呢？要证得一切法无所得，要一切法无所得才能受佛之记，也就是你将来一定能成佛。梵天就问啊，何等是不起相精进呢？说我们呢、啊、要怎么样才不会住着这个相而精进呢？佛陀说，三心断即不起相精进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也不可得。过去心不可得，过去的能所能言心所言境都是虚幻虚妄的，空无自性的。现在的妄想能言心所言境也不可得，未来还没到亦不可得。三心断就是不住着过去，不住着现在，也不住着未来，这就是最精进而不起精进相的人。因为过去心已灭，所以法不需要再灭啊，不起相住着，万法都即灭，证得诸法即灭，就是万法当下就是大大空，就是真如。用这个真如的心努力的利益众生，又不坏世俗地，所以二地融通三昧印呢、啊，真地不坏世俗地啊，世俗地也不坏真地啊。那么未来心也还没有到，未来者就是无生，所以过去心不可得，过去没有生相。现在心不可得，因为是缘起自性本空，所以也是无生相。未来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也没有生，所以无生就是大即灭，就是空，就是极境。现在心无所住，若无所住就是空寂，就是第一地大空，就是极灭。我们今天会活得煎熬痛苦，那么多人服用忧郁症的药，或者是搞到焦头烂额，为什么？就是不知道一切法不可得，不知道一切法是极灭的。极灭就是实相，
实相就是人生宇宙的真相。真相，人生宇宙的真相就是实相，实相就是人生宇宙的真相，人生宇宙的真相就是空寂，大空大寂灭，所以叫做无住，就安住于实相。当你无所住，你的心就安住在实相。而实相一切法，实相其实它就是无相。那么所以实相，那么就无生，一切法无生。如果法无生，当然就无灭。法无生，当然就无灭，如同虚空，从来不生了，也从来不灭。那么无生无灭，便没有过去，也无所谓未来，也无所谓现在的三世。既然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没有现在，我们一念智慧相应契入无分别心，正量解脱，三世一切平等。那么说一切法从本以来性常不生，何有生？在这诸位啊，你的爸爸妈妈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你人在哪里啊？禅宗常常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，没有来到这个世间呢，一切法无生啊。现在爸爸妈妈把我们生下来了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生生灭灭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缘起缘灭，每一分每一秒就是拖着这个五蕴身啊，增增减减，但是其性本空，空不坏缘起相，缘起相就是空相。这样子慢慢的去体会，这个叫做以无分别心辨证得三世平等。这是全世界最精进的人，不是说你今天你念多少佛，我拜多少佛，当然这个也必要，是世修也必须要，世修磨掉自己的习气，一心啊安住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这个比世间人好了千百万倍了。但是我们今天既然有因缘，就必须把究竟之处啊来分享给所有的有缘的众生。所以用无分别心正量的解脱境界，契入三世一切都平等。从现在起，你的心你也不会去看不起穷人，你现在心也不会去看不看的哦，那个是很有钱很有钱，你发现哦，你的福报多少享受多少，很有钱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就是要去极乐世界的人，有钱跟我没有钱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哎，你看开了啊，有钱人也不是罪过，来我们还是以礼相待，但是内心没有攀岩，你的心慢慢进入无分别的状态，清清楚楚对方是什么人，但是绝对不会落入执着的观念，没有情绪的观念。若精进在三世的平等，辨证得三世空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哦，时间是妄想的产物。现在证得一切法不可得，那么我们就会蒙佛的受记啊，此事已梵天啊。菩萨是用大般若智慧实行法，诸法的忍，诸法的忍辱，忍要通达实相你才忍得下来，通达无生你才忍得下来，充满的智慧，你那个忍也不觉得自己是在忍辱。所以菩萨成就如是忍，怎么样能够成就菩萨的忍辱呢？菩萨的忍辱了解一切法无生，一切法当体就是空，一切法就是实相，实相就是无相，清正不谬，
这哦，我确实啊，哦，证到这样的境界啊，这个我是指菩萨，经典讲的菩萨，是哦，菩萨自己真的证得到一切法无生，印证佛所说的，嗯，确实如此。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无相的六波罗蜜啊，六波罗蜜还通达无相，这还不是庄严，叫做大庄严，最庄严的啊。当我们修行人能够了达一切法，无所取也无所舍，没有东西可以取，简单讲，用大家听得懂的名词，就是执着也没有用，你带不走任何东西。这样讲你比较听得懂，无所取，要无所舍，就是啊，我东西要舍，啊，我要舍，众相本来就空啊，本来就无一物啊，你要舍什么？在座诸位，如果你身上拥有1000亿台币。或者1000亿个美金，它不是性空吗？是的，是性空。所以我要拿出来布施，其性本空；拿出来分享，不坏缘起，这行为举止了不起。但是心要关照，诸法本来就空，也无所舍。啊，凡夫跟圣人不一样，凡夫一布施以后，他就一定牢牢盯住你，等着回馈。菩萨刚好相反，菩萨布施不是为了众生的回馈，而是身法自己达到空无念无住无相，诸法本来就空，诸法本来就空，我看看真的能不能舍，不是只有嘴巴讲一讲，10万、20万、100万乃至生命你都能够豁出去，加入修行的行列。啊，嘴巴大家都讲要舍要舍，无所舍无所取，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子？很难的，信不信？好了，了解一切法无所取啊，也了解一切法无所舍，这一切法本来就是无生，这个无生就没有一切法。哦，是随缘说啊，善巧方便说，第二义谛有所说啊，第一谛那无所说啊，第二义谛退回来啊，还有方便说啊，不方便说众生怎么能够体会佛法的最究竟义呢？所以无生就是无一切法，那么一切法无所舍，也不可取。因为去也没有用，这个就是布施波罗蜜。哦，用第一地大空，没有能布施，没有所布施，这样的布施才能达到布施波罗蜜。没有能取，没有所取啊，这样才能达到布施波罗蜜。所以在这个啊禅宗的语录里面，还有经典里面说啊，没有报恩的对象，没有感恩的对象，没有报恩的对象，是名真报恩者，这才是一个懂得报恩的人，当体就空，就契入无相的。但是这个众生做不到的，哎，做不到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有时候师父忙一点，他来这里供养了少许了2000块，对不对？师父走过去了，因为很忙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侬不爱插完呢。我刚刚嘛，供养伊2000咧，现在这慧立法师啊，其实我近视啦，看无，呀，爱戴眼镜才看有啊，啊，有时候师父就比较忙啊，会忽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众生啊，要达到这种境界，没有那么简单的，了达一切法啊，生生灭灭，当即即空，了达一切法，本来就没有烦恼。台湾人那句话讲的，就烦恼是假的，真正有影。你烦恼是假的，你烦恼那个
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对不对？你能够改变吗？没办法改变，那为什么不做解脱想呢？所以如果你了解一切法当体即空，本来就没有烦恼，也没有所谓的执着，也无所谓的分别。执着来自一颗妄想的心，分别来自一颗坚固执着的心，颠倒来自一颗没有智慧的心，还是妄想，还是颠倒，还是妄念，这就变成有漏了。了解一切法本来就空，本来就是无漏啊！在座诸位啊，我们人家问佛陀说：“佛陀啊，我们为什么会六道轮回？从哪来？”佛陀说：“从贪欲来。”坚持贪着这个三界的财色名食睡，六道轮回就是从这个地方来。那么生于三界那个烦恼的业力的心就叫做有漏，烦恼不断，取舍心不断，得失心不断，名为有漏。再讲一遍，烦恼不断，分别心不断，取舍心不断，得失心不断，这个就叫有漏。漏比如说你一碗的水啊，沉着底下挖一个洞，一滴一滴的漏掉啊，那一碗水很快就漏光了啊。漏的意思就是留不住智慧啊。我们今天学佛了，知道要放下了，知道一切法无生的，一切法无生是缘起法当体即空的无生，不可以离开生灭法以外有一个无生，不可以离开缘起法以外有一个无生。缘生就是无生，生灭就是不生不灭，有为法就是无为法，因为它当体即空，所以一切法无生。既然一切法无生，有什么东西可以执着呢？没有东西可以执着。有什么东西可以贪吗？没有东西可以贪。所以圣人他善于应用世间法，通达智慧，种种的善巧方便，内心不起贪嗔痴的念头，因为起贪嗔痴的念头便有漏。所以圣人一辈子做的事情叫做不漏落于三界，意思就是圣人时时刻刻绝不起贪，不起嗔，也不起愚痴的念头，绝对不会漏落于三界。三界就是贪嗔痴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。心就是贪嗔痴三界啊，轮回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没有三界，因为没有贪嗔痴哪来的三界呢？所以三界不可得，有漏当体即空，就是无漏法，就是无漏法。因为经典里面讲三界如空花，三界就像虚空当中的花，不实在的。空花就是一种错觉，你眼睛有毛病，看出虚空当中有花。我们现在智慧有问题，看出去的这个世界好像是真的，其实是假的，连地球都不存在了，还有什么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念过物理学的哪一个不知道？我们都是太阳能量转换而来的，才有这个，只是你死之不放而已，哪有这个东西？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们都是太阳能量慢慢转化而成的啊！这些遗传的因子一代传一代，借着的宇宙的能量继续活到今天。虽然活到今天，也没有一种东西是真实的永远留住这个世间的，不可能，因为它是如梦如幻化的出幻化出来的啊。那么彻悟到这个如梦如幻有什么好处呢？哇，那这个不一样。以前你碰到什么事情你会气得半死，你现在不一样了。那有个小朋友啊，玩玩跟他妈在玩的，哎，啪，泡茶的茶壶掉下去了，那个茶壶啊，
非常非常的贵，摔坏了。哦，他因为以前呢，要没有听到师父的佛法，这下不得了了。啊，切啊，擦地吧，火力吧吧吧，点吧就推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阿伯看你个嘎不？啊，他现在学佛了啊，听了师父的法以后，他不一样了。哎，缘起缘灭都不可得啊！这个茶壶今天寿命该尽了，放下。啊，以后就说了高一点点，不要让儿子再拿去玩，因为儿子怎么知道那个茶壶好几万呢？那个有邪佛跟没有邪佛那个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不要生气啊！是大人的过失没有收好，那以前这个还得了，摔坏了这个几万的茶壶，那怎么得了？不得了，打到遍体鳞伤，再送医院了、啊，然后最后的妈妈是很爱你的，表达错误，我是最爱你，啪啊，妈妈我不敢了，啪的再继续打，到最后啊，妈妈自己要哭，因为。气不过，然后再诵《金刚经》，菩萨，你要原谅我，我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拜八十八佛求忏悔，忤逆重罪都可以忏了，何况打孩子？自我解读很良好。哎，公家黑囡仔五千银会，啊，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本来就是无漏，可是我们现在妄想不断了，圣人一辈子都不会落入贪。嗔痴啊，像我们现在啊，慧律法师，人家有个法师很会讲经，我说啊，随喜赞叹，哦，那个法师得到极亿的供养，哇、哦，随喜赞叹，因为人家法师有福报嘛，我们的心都是这样子的，众生好就是我们好，整个人宇宙好就是我们就是好，我的心就是宇宙宇宙好。就是我们的心好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胸量有多大，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大嘛。何处不是真如呢？哎呀，这个学佛啊，快乐的不得了，太快乐了。所以，因为三界不可得啊，为什么呢？三界都是空花，因为贪嗔痴不存在嘛。这了达，这贪嗔痴不存在，也不会说哦，我持戒清净。找一个持戒清净，持戒就不清净，因为你有清净是对不清净讲的，是真正持戒的人了解三界如空花，啊，贪嗔痴不可得，这是真持戒的人。接下来，什么样叫做忍辱呢？了达一切法不可得，啊，身口意清净，同时。也不会去伤害任何一个众生，就算众生伤害他，他也能忍得下来。为什么？他通达无相，怎么会忍不下来？说证悟到生命的真相，他怎么会忍不下来？因为没有那个东西呀。我们之所以忍不下来，是因为你觉得有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有人啊，这讲话怎么会这样伤我、侮辱我？啊，你又卡到一个我，啊，世上一切法无我，所以这观念转不过来，你就忍不下来，因为一切法